哦，好，而且你们知道他身材非常好吗？我知道，好可爱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兔女郎频道，我是兔兔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Neo， 他是我们的神仙阳光，阳光瑜伽男神。谢谢你们邀请我，快点去 follow 他的 IG， 很壮，有更多那种你知道瑜伽照。其实我们昨天，这个刚没跟你讲，就是我们昨天在那边讲说，Why not？ 我就在台湾做小孩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评估。身边认识的 gay 啊，先讲单身，你第一个想到如果说要借精的话，大概是哪一个的外形也 OK？ 天哪，不会吧？就是你哦，谢谢。而且我男性荷尔蒙算多，对，自己说毛那个我觉得很 OK， 发量啊，然后眉毛啊，睫毛也很长，长得和谐。我觉得他现在应该觉得蛮，就是想说整个被剪，有点害羞一点。我们要来透过我们的欧米，谢谢干爹干妈，脱单神器欧米来帮 Neo 寻找他的生命天子啦。那我们先来进入一些小小暖身体，然后这个暖身体我们三个都要回答。那为什么我们三个可以回答？因为我们两个曾经跟男生交往过，所以我们觉得对于男性的问题，我们也可以就是对大家进行一些我们的小答案。第一题是什么？各位，请问看到男生第一眼看哪里？外表的哦，我们现在都很肤浅，好不好？好，脸，我会先看这个人长什么样子，然后再看身材，因为我刚才想身高跟身材会选哪一个，后来想好像身材，就会说，他身材很好，可是他很矮。如果我会讲这种话，代表我先看的身材。我第一个是眼跟眉，就是这一块，有没有深邃、被吸进去，就是进去就是不见了，对，就是不见了，就是他穿着吧，就是他的整个干不干净，他的风格有没有乱搭？那我给你一个很残酷的选择，如果他的就是这一段完全就是你爱的，但是他穿的就很不 OK， 你想说那怎么会这样穿呢？荧光色的篮球裤，然后，可是衣服这种东西，你跟他交往，你跟他换衣服就好了。我觉得那是个人的 sense 问题。对，我会看肩膀。肩膀？你是说平的跟斜的吗？好奇怪哦，不能是个窄肩。OK， 手臂。手臂是二三头这边吗？对，就是要壮。所以你的很肤浅呢。你真的很肤浅呢。你这些都是蛮同性恋的感觉。你是 gay。你是 gay。那好奇怪哦。好好好，来给你擦。给你擦，好奇怪。进入到下一题哦，给大家都有100分的这个分数哦，画出一个 body。然后你看说，假如说你很在乎手臂，你要给他一个分数；你很在乎那个腿，你要给他一个分数。总共有100分，然后你去评比你在乎的分数占比多少。好。你等下会不会画出一些限制级的东西？好丑、哦，很在乎那个大不大、哦。来来来，大家看到我的画。哦，你画得很好哎。是否匀称对我而言是极度重要 ？OK， 就是他只要五官很匀称。让我觉得他整张脸协调，我觉得 OK。我画的有点丑，我要进去。我喜欢没有痘痘的，我觉得平整的皮肤、干净的皮肤、对称的脸跟好看的眼睛，跟整个脸就是干干净净的，就是很加分。钱会吗？啊，腹肌很加分，对。他刚自打嘴巴，我觉得身材。等一下，你们真的知道？如果你们知道有那种腹肌男友，真的蛮。是蛮嗨的，不知道冰块嘛？对，冰块哦，就是有种你搓在哪里？四五六没有，因为我有时候骑车啊，或者就是他坐在旁边就这样搓掉，这样子，这些蛮好的，喜欢摸，而且视觉。你画的很可爱哎，男人有时候一坨一坨的感觉。哦，好恶哦，心是30。对啊，这是什么内在？现在不是要很 shallow 吗？我现在就是要肤浅到底。请你把它给别人好吗？我给腹肌，我给腹肌。好 ，OK， 我给腹肌，这样可以吗？下一题哦，请问你们跟男生的初恋在几岁？这个很简单，这个很快。一二三，我14。你很晚熟哎。我的蛮晚。对啊，你真的很晚哎。你长这样就看起来很早。来哦，下一题哦。请问觉得自己的 gay 达有几分 ？gay 八 ，lesbian 七。对，你屁啦！怎样？我觉得 gay 达没有。我觉得 gay 达很准，好不好？
浪漫，很多时候都是我先说我觉得他是 gay， 然后他说是吗？是吗？过一阵子他是 gay。来到下一题，男同志菜有哪一些特征？一定会肌肉、短发、干干净净。再讲一个更细节的是胡子，就是 OK 的。对，我怎么没写这个？你看他，你看他。我跟你差不多，头发整齐，很会穿搭，身材我就跟你一样，穿很少，就是会超 V 超 V， 或是那种大弯，就这样弯到这里这样。好，来总结以上，小狼，你有感受到他喜欢的那个类型会比较偏向脸？嗯。他就是脸，但至于脸怎么样，我觉得很难说。我觉得是要用照片看，就是你知道有一些菜可以去归类出他大概喜欢哪一种脸。今天找了男同志甜菜，那我们会分为亚洲跟欧美的，然后你就来做个评比。张孝全，我是七分，我是八分。哦，你刚刚说还好，然后你给八分，对，你给八分，你还好吗？接下来全部都爆表，动不动你还一直看到十分这样。下一个彭于晏好不好 ？Oh yes， 满分只能写十分吗？你可以给超过，对，我知道，我想知道你超过多少？七分，六点五，十二分。是脸还是身材？全部的一切，这么低啊？身材，七分很高了，太精壮，你会觉得硬邦邦这个人，你会一直撞到墙的感觉。翻白眼。下一个张瑞佳，这样我们会不会得罪那个张瑞佳的粉丝啊？不会啊，那是你自己的喜好啊，这是喜好问题。张孝全如果给四分的话，我觉得分数是这样给的。嗯，他就在中间不够奶，也不够 man 的。来哦，杨佑宁六，不一样三分四，他就是直男，对，他就是很直男。再下一个王力宏，我六六，我给九分。哎，高出来喽！力宏可以，所以力宏跟彭于晏，你会选彭于晏？说实话，我应该会选力宏。啊，可是你这个分数不是？对啊，你我们是说一眼吗？还是说我要交往？自己一眼自己看脸，我们现在很肤浅，我们现在才要肤浅的。那如果纯外表的话，还是彭于晏比较好。真，我现在一直好累，我现在一直评同分呢。哦，茶农。桑提纳童库，好，好，你这个是真的优秀哎，哎，对，哦，好高，里面大家都给，而且你们知道他身材非常好吗？我知道，好可爱哦，哎，我这样很像啊，很像变态阿姨耶。下一个我们来回台湾喽，来佑胜，那也太低了吧？参照刚刚的状态，佑胜我给九分，哇，真的，为什么？他是我小时候就是。就是吸力人气，等一下，没有啦。啊，等一下，他最有名。等一下，小时候就是吸力人气最有名啊。记得有一次我好像在路上遇到他，我跟他打招呼，然后他很友善的跟我握手，本人真的很帅。Top T O P 五分，他是我里面最低分。八分，两分。哦哦，所以你真的是 gay。下一位哦，他叫做什么？念给大家。没有，你要先讲中文啊。帕塔空，帕塔空，他练很，他练好超久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快点！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潘塔康，安潘潘康，念啊！潘塔康，有人有，你有，还有八分，哦，六点五，九分，哦，优胜等级。所以我们大家里面最高分的都是谁啊？哦，就是泰国那一位，好不好？决胜是泰国那一位，他衣服包起来就看起来。无害小公公，衣服脱掉就变野狼这样子。那我们来到了那个欧美的欧美系列，第一位 Chris Layton， 我觉得我应该把水平线要拉，对，我觉得水平的线要拉正常一点。我给七分，八，差不多。超人 Henry Cavill， 亨利卡维尔，他超人时候的身材是巅峰。他演了 Witcher 的时候也是炸掉，然后一堆这种裸露戏。他脸好像可以扣一点分数。五分，你没有扣，你没有扣，你没有。来下一位，水行侠，他跟他女儿关系非常好。你觉得你在乎家庭关系 ？OK， 而且他是夏威夷人。我们现在在选外表，看身材。对啊，全部啊，外形、外表。你是在算命是不是？你那脸六分，五分。来下一位。克里斯·伊凡，美国队长，跟超人的等级是一样的。哎，我也是哎。歌舞青春 ，Zac Efron， 他以前也是奶，然后后面就走这种壮的路线。结果还是很高分哎。
完全不是你的菜，为什么？就是好看，然后好看。Jamie， 7.5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十分，他就是整个会把你吸进去。哦，没，你会想要去他的新房吗？就是、那個、什么房都去。哦、oh, ，OK， 好好好，对不对？对。查宁塔图，他是其他 gay 特地指名要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嗯，来，科林法洛。7.5，六分，六分，就跟刚刚一样。我们的最高是谁啊？雷神吗？我给了美国队长，他给了格雷，我给了格雷。开始有各自有菜，对，我们各自有菜啊。那我们现在来小总结一下Leo的菜，他其实就是很在乎美女之间，以及有一点小奶小奶，但是呢，又要有一点肉欲的身材，就是他喜欢奶的脸，但是 man 的身材。就是哦，有点像是外表善良，内在淫荡的感觉。衣服脱掉之后，我们现在就来进入欧米，来帮你寻找合适你的对象。哇，母羊座爱帮你挑母羊座，来、欸、照片来。等一下，我帮你对。就是你、就是、你这个不是要放进去吗？当然要放进去。我的幸福哎、欸！千万把他的重要的东西给放进去了。大一点的距离，35好不好？好，好。大男的年龄呢？25到35呢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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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以他为中心的前后正负五。25到35，好，好。哎、欸，36怎么样？那运动，运动你喜欢的运动？哦，潜水啊，健身。游泳，游泳，游泳，健身。什么？瑜伽，瑜伽方面。瑜伽。哎，这个 app 呢，就是会，它没有办法，就是会把这些特质写详细一点， okay. 这样你就可以找到与你更，更贴近的朋友啊等等的，深入交友，非纯外貌 ，OK？ 你要给你自己什么 hashtag 吗？我不喜欢人家定义我，我不喜欢人家，好烦啊！不可被定义。对，哎、欸，你很会用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其实很不错哎、欸，他长得蛮奶的哦。对啊，这个跟你同岁耶，你这个脸。先给他一个药，对对对，先有个底，先有个底，啊、先有一个，哎、欸，你好好滑是那边 ，no， 你Austin 就是一个美国男孩的感觉，欸、很可爱耶，有爱心有机会，这个好像可以哦、喔，好像这个今天跟你穿的原本那个衣服，对不对？你是白色，我有同款背心，对，水瓶座哎，没关系。水瓶座，其实水瓶座蛮可爱，你只是逻辑不会跟他对上。你不是说你人生要学习吗？跟水瓶座在一起，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看世界，有没有很正向？那我们给水瓶座一个 like， 而且好像我默默的其实是喜欢水瓶座的，因为他们很怪。好，我觉得我们去恋人卡看看好。好，之前只有恋爱零这个功能，现在还多了一个恋人卡，他就是会做一些简单的测验，然后去帮你找到跟你更兴趣相关。哦，好玩好玩，这鹰眼、金刚狼、黑寡妇跟 Loki， 你们会选谁 ？Loki， 我也会选 Loki、欸。我会选 Loki，Sorry， 我也会选 Loki。其实我觉得从看照片就可以去看出你一个人的个性，对不对？对，哦，好可爱哦，好像有点可爱的感觉。好。欧米呢，他就可以建立自己的，除了就是喜好之外，可以建立比较深层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比如说你的刚刚有建立你喜欢的食物、书籍、电影啊，兴趣，然后运动。我喜欢那个恋人卡功能哦，蛮好的，就喜欢那种就是算一点东西，然后明明注定就有点小游戏的感觉，对，共同的兴趣的感觉，这、就是恋人卡，但是恋人卡的话一天一次哦。它里面还有一个功能，我觉得蛮特别。它有虚拟头像，就是你一开始看到那个娃娃的头像，然后它可以就是用那个娃娃头像跟对方讲电话、听声音。你是声音控吗？我是声音控。2021靠你们了。谢谢。今天非常感谢你有来到我们的频道。大家对于这些小男生们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或者不是有兴趣，觉得很可爱的话，也可以在上面分享你们的小心得哦。嗯，好了，欧米。大家如果需要找伴侣的话，也可以去下载，并且寻找你们的真命天子与天女哦。Neo 的资料已经建在上面了。如果你被问到复仇者联盟最喜欢谁，他选 Loki 哦。大家都选 Loki， 快点！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。喜欢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谢谢。来，也可以记得去追踪 Neo 哦。一定要画一下你。